这是金枪鱼吗？我要的是黑木耳。我看这个很好吃，看这个很好吃。哎，乌冬，乌冬是哪个？乌冬，乌冬这个。先把它吃了。哦，我这可是海鲜，看起来好香。我今天第一次点这个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点。看我们的瓜饭一起，大家一起开始了。咔啦咔啦响，然后往下掉东西，不好收拾，所以我就往旁边。这个游戏叫做全明星，然后是挂完以后的话，然后轻轻一揪，然后是这样。然后你们看我今天我吃的这个是，就是芝辣芝士，哎，怎么是这样呢？对，芝士面包。这个应该要把它拌进去。我吃的是香肠米饭，放进去的什么香肠？就是把米饭拌进去，对，你就把米饭放进去，然后拌就 OK 了。我的是这个，看着样子不像，一个一坨。然后呢，这个酱我先尝一下辣的，上午就崩了。我们这边我们就拌了，我这是那个什么海鲜乌冬，就是反正里头有海鲜，我一听名字还行，然后就点。这个酱好像是我们这个是牛肉拌饭的酱，这个番茄酱。我感觉我这个我跟你说特别好吃。先把酱抹到这个蛋上面，然后一会儿吃过去特别香。嗯，我不说了，我直接开吃。来，先吃一口这个，嗯，出。毛巾。但这个是那种的芝士，然后就上面盖了一层，然后可以夹起来。这个酱我吃，我吃，那玩意真好吃吗？嗯，不一样，是最好吃。这个蛮辣的，我这还有那个鱿鱼须，好吃。来，我这个我还是在没饭的时候，我来尝试一下。这菜单上写的是黑猪肉拌饭，就是那种济州岛那个黑山猪，所以我就很有兴趣点了。在石锅里焖出来的感觉又香又流油，然后这个肉，还有这个饭，我多么也美味！我现在来拌。嗯，我是我这个芝士年糕里面。其实有的时候。我都不是特别想把这个东西拌起来吃，感觉那么多好看。我这里面有鱿鱼，我想问金枪鱼拌之前，我这是鱿鱼，吃起来好像中国的。嗯，中国的毛蛋。金枪鱼拌之前有很多，拌完以后都不知道金枪鱼去哪儿了。把这些都打开。还有鱿鱼丝。先把我。太咬了。给我。啊，还有汤，来你一口，我看着我写这么一块是决定的，我听说我不能更改。这什么？这个你先尝。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好吃的一次拌饭。我要尝一下这个鱿鱼丝。我对筋道面的有吗？不知道。饺子。筋道面。这饺子还行，就跟咱们平常的。哇，这个鱿鱼丝特别好吃。我要再吃点鱿鱼丝，太好吃了。这个饺子很好吃，饺子很好吃，吃起来配米饭。我先吃一口饺子，然后再配上一口这个，好吃。帅哥，你那个香肠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我觉得配上饺子以后，再这个咬一口香肠，然后感觉有点尝到了家乡的味道，然后感觉特别好吃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，很好吃，好香。再咬一口，好香！
什么留着那么大一节香肠不吃？好吃留在后面吃。没错，好吃的总要留到最后慢慢品尝。哎，我觉得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明浩，我是郭天佳，我是刘冠毅，我是李丽玛，我是张俊逸，我是张恩硕，我是孙家凯。又到了周日了，对啊，又到了一周一度的周日，我们的晚餐迎来了两位大将，一位大将呢是炸鸡，一位大将呢是披萨。对，这个炸鸡那是韩国正宗的炸鸡。对，我们平时为了保持我们的体型，都比较少吃像这样的炸鸡，还有披萨。而且因为油很多嘛。对。然后好不容易到了周末，我们就大开吃戒。对，就不要管那么多了，对，直接开吃。对，你看那个都鼓起来，马上要炸了，所以咱们赶紧把它解决掉。你看那个都炸起来。哎呀，你们说，那看韩剧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，炸鸡。炸鸡配啤酒吗？对，啤酒呢？我们未成年。未成年，而且呢，我们还是小朋友，我们不能喝啤酒。我们呢，喝啤酒呢，对身体不是特别好。好。因为咱们还是小朋友，所以呢，咱们只有吃炸鸡的份儿。好。没有喝啤酒的份儿。好，那就听俊逸哥哥的。我现在闻的全都是这个纸盒的味道。那么打开看。那我们开始了，准备五三。2 1 Unbelievable 快看这个芝士，哇，满满的芝士，里面有一股辣，这像一个向日葵一样，香，这真的好像我们把它掉过来一下，花瓣像一个花瓣，太香。哎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子，就是呢，我们呢。按照韩国语来说呢，应该都是从大到小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俊逸哥先录块儿。我觉得我吃，哎呀，不行，我想一下，我先喝口水。我先。从大到小来拿这个鸡块呢，这个炸鸡还有这个披萨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俊逸哥又得逞了。第三个吃你还不好吗？俊逸哥哥又得逞。你第三个。没事，反正每个人都。对，来上，俊逸哥哥来了啊！然后一拿三盘都拿，没了。我先拿第一块。第二个来了，快点儿！然后这时候俊逸哥哥，让我咬一口，让我咬一口。三，我告诉你是什么味道，我告诉你们啊。哇！我天，那个嘎嘣脆呀！那就我了。开了玉米，我要先来了。这是玉米，玉米忍不住了。第二个不，第二个忍不住了。番茄酱，那是辣的吗？这是甜辣酱吧？开始甜辣酱。哇，哇，冒汁了。这是白萝卜。我也要。来，浩哥，浩哥，没错，鸡翅。来，该我了。你说，我俩。哇，你看还有汁儿呢！天哪！哇，那我拿个鸡腿。你们把那两个筷子给我。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那个菜，为什么你们都可爱披萨呢？披萨那么香。哦，太好了。这块有菜可以，好像那我拿了，该我拿了吗？为什么你们都不拿披萨呢？应该是因为好吃的留在后面。应该是孔融让鸡块，所以我要拿一个最大的。找一个，那就这个吧。这应该是一个鸡腿吗？鸡腿。搞到牙了！哇，这个咬进去完这个又甜又，然后又酸，然后又甜的那种感觉。哇，这个炸鸡，你妈已经按下去了。那为什么你们都拿炸鸡的吗？那我想拿块披萨。拿吧。来，拿一块披萨。军哥，那我拿了，军哥。拿吧。把娃的那个先拿去。我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哇，这个味儿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这种料。对。我发现可以，能不能把这个披萨好大，能不能把鸡块蘸玉米啊？把它蘸玉米。
终于到我了，终于站不上去了。嗯。哇，好好吃！我们有点吃的太生猛了。我记得这个好像就是上次的时候给小马，然后我们去跟他们过生日，一干二净那个披萨，回味无穷。哇，好吃！一干二净。哎，咱们忘了，咱们虽然不能用啤酒炸鸡，但咱们有一个可乐炸鸡，上饮料。哇，说可乐上个雪碧。哇，哎哎，感觉有点。别喷，千万不要喷。强哥，你给我可乐吧，强哥。强哥，不如放这个手机给你。哇！别听他说，我不是特别爱喝汽水，但是呢，这个人，由于这个炸鸡还是有那么一点干的，我还是喝一点。不能喷，别不能喷。行了。谢谢，我是真的不爱喝汽水。谢谢浩哥哥。没事。嗯。浩哥，你看刚才都快溢出来了。我怎么真的跟啤酒一样？你们看着刚才的时候，然后这个饮料刚才是差点。浩哥也给我倒一个吧。我从来吃像这样子的鸡腿都没吃到过这么干净的。我觉得呢，上面这个脆锅也脆掉。我给你们做一个怎么让才能让它冒更多泡，因为我今天特意拿了一个搅拌棒，你们就看着怎么让冒泡。哈哈，那咋越拌越少？哎，我发现，我想尝一口。你看他一直在往外健身。小凯不喝。谢谢浩哥哥。天哪！来一块披萨，不能停啊！吃完炸鸡就得吃披萨。我觉得呢，咱们吃的差不多了。对，等会儿。咱们吃着呢，到时候呢，说的到时候又把对面的观众朋友们馋到了，馋傻了。对，为了保证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身心的健康，没有我们准备白白